租的这个有时候但是场地是要公开投标，如果按照公务机关，公务机关是要办的可以，但是它是私人机构，是不可以比较方便一点，对对，不用采购，我们可以跟他联络一下。不管公务机关是要采购，它的租金的高也好，还是它的设施可以另外。 修了，漏水也修了，冷气也装了，厕所也做了，你都不知道采购法的严格性。他也在基层看过。好了，我们要努力。好，谢谢。部长交代了。